大家好，我是 Demi。 温哥华西区是温哥华的中心区域，它的学校资源、公校、私校名列前茅，加上西区低密度的规划，使温西成为最适合居住的高档社区。 Kitsilano 区域更靠近海边，步行过去几分钟。相对于 Canby 天车线的公寓，这里的房子更安静、更高档。话不多说，让我带你来看一个这个区域为数不多的新公寓 Kitsilano Block。 Kitsilano Block 位于第四街和麦当劳街，周围的商业非常的丰富， Safeway 以及各种零售店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。附近还有网球俱乐部和游泳池。著名的 Jericho Beach 海滩就在不远处，对应的中学是 Kitsilano 中学。 St. John 的私校几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。在这里有通往 UBC 的公车，开车去 UBC 7到15分钟。就在这一个 Kitsilano 中心的区域，将会在2025年建造一个4层楼的水泥公寓，一共59个单位，有冷暖空调，物业费5毛7一平尺，户型从一房一直到三房都有。售楼处做了2个样板房，属于比较推荐的户型。先让我们来看看小两房，547尺，这是一个可变换的空间，常规可以有拉门做成一房一厅，但是也可以把客厅区域拉门拉起来，客厅放张沙发床，临时作为2个卧室，方便有访客来。进门的 flex room 放书桌或是作为储藏都很实用。这个户型全楼只有4户，但是不配车位。还有一个样板间是第6户型，2房876尺的室内，762尺的阳台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和房子差不多的阳台。它的外围有绿化遮挡，完全是一个私密的花园。户型极为方正，2个卧室完全分开，互不干扰。进门还有玄关遮挡。除此之外，顶楼的户型可以拥有屋顶花园，有相对隐私的自己的楼梯可以到达自己的私人花园。这个楼盘开盘在即，这周就可以开始预览。物以稀为贵，在高端区域拥有一套或投资或自住的公寓，将来会有很好的前景。如果你想预约看房，请拨打电话7788916993，或者加我的微信。